你能帮大家分享一下？米露库秋口，然后一季沟秋口，拉库秋口，最后一个嘞？永和国字啊。我这边看不到，所以我要你用讲的。你自己看啊，上面写国字。就抹茶，你就讲一句抹茶，都拖那么久。哦耶哦耶，我们今天又来 Costco 大采购了哦。这一次我们买蛮多新品的，那我们就回家开箱 ，Let's go。订阅我们的频道了吗？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，小铃铛也给它敲下去，先按个赞哟，不然我会用睡梦罗汉拳揍你哦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回到家里了，今天也是买了超级多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一一跟各位介绍。但首先第一个，布布的要先开哦。哇，他刚刚说我靠吗？你要不要玩？那你要不要开？这个是益智玩具啊，妈妈帮你开。你妈很火吗？为什么又要火？因为你玩具这么多，在这里，然后又买一个玩具。没关系啦。你会收吗？我不然我晚上我怎么睡？上面啊，我就有收好不好？讲的人家都没收。从上面放到地上，就这样。好，妈妈开。那这个是三合一宝贝玩具组，这款玩具呢，其实我主要是因为看到最左边的这个，在这里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这个是什么？No， 要这样。轮子玩哦，再过来这个是对那个形状的，总共会有四颗。No，Yes， 好棒。然后默默发现它的这个椅子好像挺好，那你就自己先玩啦。开箱会包含一个东西的试吃，就是它东北酸白菜锅，这个不是新品，但是我们第一次吃它，很多网友都推很好吃。我们这次一样会有回购，也会有新买的东西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个当然就是我每一次必买的，通常也是我们决定就要去 Costco 的主要原因，就是红牛989块，好像变贵了。再过来这个是什么？法兰猪啊，看不出来。为什么会买这个啊？默默很少会说他要买这个什么什么零食什么啊，就想买不行吗？跟你一样啊。它有四种口味，这写日文，你能帮大家分享一下？米露库秋口，然后一季沟秋口，拉库秋口，最后一个嘞？永和国字啊。我这边看不到，所以我要你用讲的。你自己看啊，上面写国字。就抹茶，你就讲一句抹茶，都拖那么久。笑死人了，你自己不会看哦。好了，默默把它打开了，来，你来吃一片看看。这是比一般的小片哦。比你的手掌。它不是饼干，它是这种冰淇淋那种皮。我喜欢买。对吧？我们今天接吻了，我们今天接吻，拿去啊，拿去。零食类的呢，再过来还有也是固定的啊，我的卡拉木酒。超丑。卡拉木酒为什么会超丑？因为工作时候超丑，丑爆。再过来零食的部分呢，因为布布呢非常之喜欢这个。健达出奇蛋啊，我知道很多人都说不要给小朋友吃巧克力，其实主要是里面的玩具，巧克力你自己可能只要吃了一点。它12颗才300块，那我觉得如果是家里有小朋友喜欢健达出奇蛋的，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划算。好，再过来就是这个新加坡美食拉萨汤底，那这要怎么煮啊？拉萨的粉配600毫升的水，然后拌匀。再加上拉萨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拉萨的这个工艺。我们为了这个呢，所以我们买了这个，叫啥？虾仁。这个虾仁呢，它是大概是50到70只，那大小大概我的大拇指。再过来呢，又是默默买的东西，这个为什么你这一次会特别买这个？就想要吃、啊、Bibi Go， 我们之前拍的那个韩式那个品牌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杂菜拌粉丝。啊，它是干的还是湿的？是用煮的还是用加热？先煮再炒一炒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特别，我会买它？就想吃啊。你看一下它的蜂蜜，都是你最讨厌的香菇。这是木耳，我可以接受。旁边还有点颗大香菇。
这个我不行。为什么你会讨厌吃香菇啊？你知道我阿嬷以前会包粽子，里面的香菇，然后那个香菇泡在水里面，然后我隔天我两只手都是香菇味，我在上课我还可以写字闻到香菇味，臭死。所以你就害怕香菇，你是讨厌香菇，所以你只是因为你小时候就是一个臭香菇手，然后就觉得很讨厌香菇。对，我以前有一阵子我也很讨厌香菇啊，因为小时候吃太多啊。可是到后面我发现说，就是我根本其实没有很讨厌香菇，我只是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，因为那时候我表哥他不喜欢吃香菇。你看到那些表哥啊什么，他们好像都说，他有不喜欢吃什么，他不爱什么，然后你就会觉得。我好像也可以不要不喜欢什么，我可以获得大家的注意。默默的话，按照他刚刚的故事线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前被人家笑，你看你这个香菇手，怎么那么臭？当然我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是至少我知道的是，你其实小时候有吃过香菇。对，好。再过来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气炸锅，所以加酱红龙鸡库，酱，号称就是也不用号称啦，就是。什么恐龙？哪里有恐龙？没有恐龙啊，因为你说红龙吧，红龙不是恐龙，红龙。听说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有点像麦当当。我宁愿直接去麦当劳买就好。那除了红龙鸡块以外呢，还有这个加酱哦，这个也是红龙的那，不是恐龙。这个也是红龙的哦，鸡球，搞不好这个吃起来会像肯德基，我跟你讲。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买的两样新品。那这个香鸡球呢，它两公斤，然后是365块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买的所有的东西哦。那总共呢，我们花了5107块，正常发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实际吃吃看那个酸菜白肉锅了哦，因为听说很多人推啊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煮来吃吃看吧。Let's go。这个酸菜白肉锅已经做好了，它里面呢有几种丸子，对不对？这一种，还有这一种，然后还有这个猪肉，还有香菇，然后最后还有这个豆腐。你吃吃看这个丸子好了。我刚刚夹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很弹 Q 诶。再过来吃，这应该是什么狮子头之类的。它的这个酸菜白肉锅，人家难怪会说很好吃，因为它的那个汤很浓厚。味精加1000多cc 的水，还分成2锅。就我觉得它够酸了、然后再过来就是它的这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猪肉。我必须说呢，它的猪肉量是非常非常够，我们这样一家三口吃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脂肪很厚，跟你一样。阿布的这个猪肉很好吃哎，很香哎。对啊。可以哦，它这个猪肉，我觉得我可以给它很高的。最后来吃吃默默最不喜欢的香菇。我觉得香菇反而不是很出众，它有那个很浓的香菇味，可是它没有那个香菇的脆感。然后我们自己也加入了一些火锅料啊。如果自己家里可能3到4个人要吃的话，你就是肉也不用了，我觉得是还蛮够。然后你就自己再准备一点点火锅料，配起来其实是。就够吃一餐了。它这个整锅的那个汤底味是非常非常浓厚的。我劝大家就是你可以调一下你自己的可接受的那个范围层。今天就是我们年后呢第一次去补货。我觉得每一次啊就是都会有人在下面就是说啊那一款也不错，那一款也不错啊，啊那一款不行啊，我觉得不行之类的。我觉得就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有些人可能想买些什么，但是你也知道 Costco 就真的每次一买就超多，所以买下去要是不好吃，要是不喜欢就错散。所以说大家如果看我们的 Costco 系列，可以把你们想要我们买的或者是推荐的都可以写在下方，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买来试试看，那帮大家试好试错这样。好的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，把这影片分享出去给身边也爱去 Costco 的朋友。那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Facebook IG， 还有我们什么福建好物团购社，记得都要敲下小铃铛，并且把这影片看完，好吗？今天我们两个人喜欢订阅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明天，拜拜。蓝色骚扰。
嘿啦撒撒撒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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